咱各位进行台德吼，过来看咱第二十支卦叫做观卦，吼、哦、啊观就是看的意思啦，啊看就看，伊太过一个观，嘿，较早人吼咧讲话拢做客气的，做文言文雅的就对啦，吼、哦，啊所以咱来观看大概是啥，有叫做占雅，啥叫占雅，你啊看。哎、欸，足侪人，即个坤卦，即个复卦佮坤卦，代表足侪足侪人，拢就是啊，占用两个啥，两个圣人啦，反叫占用啦，看出来吼，嘛代表一种个习惯，那就这两个圣人呢，这习惯互众生看，吼、哦，叫做观。啊，观照破戒，有无？是上破戒，观照破戒参观嘛关系，伊嘛代表心得释教，什么叫心得释教？哎、欸，我来讲，如果你也买一栋厝，拄去动着观卦，我建议你这间厝一定要设佛堂。新德释教就是设佛堂啦，啊，知影无？因为名词无同款啦。只要你看卦，你看看易经内底的文章有新德释教，你就是叫人爱设佛堂。哎、欸，这足重要的吼。好来，观自在就是心经吼。好来，咱来看一解说吼。所以呢，观伊方通真济。你看孔子伫《论语》讲，哎，识其所以，观其所由，察其所安，人焉受哉？人焉受哉？意思讲，一个人伊个品行好啊歹，哎，安怎？看卖呢？看伊周围人啊，你着差不多知影一半就对啦。哦，啊，这观的工外二看呢，要娶新妇啊，要嫁祖囝，哦，这步都要退出来，你敢知？哎，看伊交个啥物朋友？伊个朋友啊，大家拢咧啉烧酒个吼，我讲保证即个有哪会啉烧酒啦？哎，啊，伊个朋友大家拢大好个吼，哎，即个有哪做大好啦？吼，到时啊咧，哎，所以啥识其所以啊，啊，观其所由啊，哎，看伊个啥行为，看伊个动作，看伊个讲话，吼，察其所安呐，你啊观察了，你就知影好甲歹啊。所以哦，真正所在讲，毋免小骗啦，哎，啊啦。一切拢摆伫眼前呐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呢，即着孔子来讲个观，所以咱观相叫做啥观，哎、欸、啊，伊伫顶面啊看落来叫做观，两音无同款，伊看伫外口叫做观，看伫内底叫做观，吼、哦，一观对观，吼、哦，哎、欸、音无同款个哦，啊字拢同款，啊观甲观有啥物无同？哦，你看人家讲哎做歌个，咱敢要看过？太我观来啊，吼、哦，看外口。啊！若看内底咧，自我的宽观自在了了，得爱念观，观得爱伫内底看就话啦吼。所以《心经》较难讲，观自在菩萨行经法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五蕴皆空。所以咧，互我捌去上课吼，一个啥讲师讲，只是观，袂使读观，观就向外看，你爱读观，所以得爱念观自在菩萨行经法界般若波罗蜜多时。哎，这有个道理哦。叫咱唔茫伫外口看啦，爱伫咱个自身去观察，吼、哦，叫做观，吼、哦。来，以老子呢，特地跟客人讲：，故上无欲以观其妙，上有欲以观其巧。此两者同出第一名，同谓之显，显之又显，众妙之门。我了看，哎，特地叫文章有够赞呢。哎，讲故欲无欲啊，故上无欲以观其妙啊。讲咱人啊，我都达到无欲，哎，你讲出来嘞，你看到的，你想到的，迄拢是上妙的境界啊啦。上有欲，一观其窍。咱若起心动念当中嘞，咱第一首先来先观窍的窍门啦。哎，唔嘛讲有欲的当中，哎，就去学这形形色色的啥，哎，哎无欲难拔掉的，安尼就无下去啊。初两者同出了一名，同为之显。哦，所以不管是妙还是巧，拢好，那就一体两面啦。哦，像咱这支手嘛，对不对？这是正面，这是倒面啦。哦，啊，这正手，这正面嘛是手，啊，倒面嘛是手。哦，啊，所以妙甲巧就像安尼，所以叫显之又显，众妙之门啦。所以咱外口明书记这点叫做外显。哎，第一个入去，入去倒，入去内底找到迄个内显呢。哦，啊！你内现是倒，伫咱这个头的实啥实体，迄叫内现呐，所以叫众妙之门呐、啊。迄就是古早圣人一直来传到今，想到至贤至妙一个门户，
哦，所以孔子甲咱讲，生五门，死五户，也就是安尼哦。好，清净经嘛，咱讲，内观其心，心无其心；外观其形，形无其形；外观其物，物无其物。三者俱无，唯见有空。哦，这个境界，嘿，唔系要哪讲就对啦。内观其心，心无其心啦。咱伫内底看，啊，那有看到啥无？无，哎。咱嘛袂执着讲好，我拢咧修行观，我拢咧挂自我观照，嘛袂使执着迄个。看你外口当中形无其形，有啦，看山是山，看水是水。练到十档了咧，看山毋是山，看水毋是水。练到三十档了咧，看山又可是山，看水又可是水。哦，这境界安尼，咱就先练到安尼就对啦，形无其形啊。吼、哦，啊来，妄观其物，物无其物。妄观当中呢，有物件要唔对，唔过呢，咱袂贪求，咱袂贪取，咱袂执着，吼、哦。所以三者俱无，唯见有空，空就是安尼，空性就是安尼。所以空唔是无哦，空就是伊一个循环，像咱人同款，咱无来出世时阵是一个空体，哦，啊来出世了咧，受了生老病死，等咱百岁年后的时阵，又阁是一个空体。所以是咱人生老病死，就是一个过程，迄、那个过程就是一个空，敢好了解？应该袂歹了解啦吼。咱像一丛树啊，同款你啊种落，本来细啊丛啊大丛啊，开花结果，啊未开花结果当中，就是一个空。等你开花结果了，你水果熟啊，剥落来，又搁无去啊，安尼就是一个过程，安尼就是空。好、哦，所以这就是啥，一个空性啦吼。好来，结论吼、哦，就是这六奇怪一个啥结论啦吼。伊讲这六奇怪一个顺序呢，要达到大观。有无？咱开始啊，是毋是伫啥牵挂？你伫牵挂当中要啥？要按达到这个大观，达到众观，要按问讲咱有牵挂的精神无啦？咱若哭袂落去，牵挂而不行，无法度咧。所以咱呐，袂使有先入为主的观念，嘛袂使墨守成规的观念。什么叫先入为主？啊，你讲啥我拢知啦。咱做领导人啊，你免讲啥啦，你一定听我的都无唔对啦。啊，安尼吼，啊啦，迄叫做先入为主啦。人别个互你建议，你听袂落去；人别个人个互你建言，你听袂落去。安尼，咱嘛是搁伫啊哈，守伫迄点点啊，尔袂进步。好、哦、啊，所以这就是啥？这就是这个观念。所以咱要达到大观，要达到中观，中观呐、啊，一定爱啥？会接纳现世的经验，会听人的啥苦劝，会听别人的啥好人的指导，啊，这个人就有机会能进步。哦，啊，咱来讲自作自转吼，哇，惨的啦，这个人吼、哦，安那啊，搁做领导人就足惨的，就对。好、哦、啊，所以咱爱拢知影吼。哦啊、所以呢，咱若搁当啥墨守成规呢，安尼就无法度达到啥大观、中观啦吼。来，请咱来搁来看世刻卦甲大学卦，就是学业甲学道的阶段啦吼。所以这又搁另外一个啥一个阶段啦吼。所以呢，世刻卦你也看，就像一个手气伫遐咧播，吼、哦，咱来看卖伊是咧讲啥。世刻失也、合也、家也。吼、哦，食就是食物件，所以咱啦，人讲民以食为天呐、啊，所以世界卦对咱来讲，伫普通时啊就足重要，要安怎食较会健康，啥物时阵食较会好势，吼、哦，所以叫食呀。合呀呢，就是啥？你看，这是个进卦，吼、哦，啊本来正后鼻音要写成就是啥？哦，进卦，啊这是进卦，进卦代表袂叮当，哦，这伊卦无啦吼。啊，下底咧进卦会叮当，哦，啊，所以咱是啥下颚会叮当，顶面拢袂叮当，吼、哦。啊，伊第四爻就是哪像你搁咧播啥物物件，啊，这个物件足润的，你伫遐播袂落啊，播啊，袂落就播播，安尼叫做细壳啦，吼、哦，有心无？足行个呀，啊，就出去伫遐播这爻嘛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呢，叫做合呀，啊嘛叫做家呀，安尼。来，倒手柄呢，伊代表着靠。这七平呢，就是啥四，吼、哦、啊，迄、那个啥下底字呢，汉呢代表一个河，那像一个惊一只惊鱼安尼，也是恶鱼的手气同款，决定的啦，伊要加断一切，
吼、哦，所以你看，迄像安尼要加长即狗啊，啊要加长一切啊，啊加会长袂？迄个看咱个人的功力啊啦，真正呢，吼、哦，所以咱等下讲着吼，即狗着像啥？像易经啦，易经敢要补？哦，即狗真好歹补，好好在补二十几冬，卡去食着讲，即味有够好诶，安尼着对啦，吼、哦，啊咱若讲等下读一冬，还是读半冬，讲要去食着伊味吼。就爱啥，爱做用心啦吼，唔是讲无法度啦吼。来，食叫做加，合呢叫做消化吼。所以呢，咱伫补物件，所以我建议咱大家吼，补一嘴饭啦，还是补物件吼，爱慢嚼细咽啦，茫狼吞虎咽啦。吼，一嘴饭该要补三十个以上，甲吞了有好无歹。啊，变啊学习一切学问，就是爱慢慢补啦，有无？所以咱咧读个经，好难讲一个诀窍，唔茫想要赶紧，愈赶紧啊，基础拍无在，以后你就知，包括互我今日报告一挂，你爱大概细看记个吼，倒一挂，吼像讲细看卦啊，细看卦就是遮参照关系，有迄个印象啊，以后到六十四卦讲完当中，互我人讲一个心意，叫做梅花心意，迄阵就是讲你会用人请卦啦。哦，啊卦请出来，你唔知会当人解说。哦，啊，恁来六十四卦拢唔知影，当着牵卦，哟，啊，这卖啥物意思？当着细卡卦，哟，啊，这卖咧讲啥？哇，啊，惨个啦，啊，会当当参袂用当，就拢同款。吼，啊，所以咱就是先啊买先按报告一卦，大概是啥物意思？就是这个啊，这个作用啦。吼，啊，咱六十四卦讲完当中，就是要咱啥讲这个梅花心意啦。吼，好来，好。啊，那像咱学习一切无学问的，爱慢慢教吼、哦，所以慢慢补，哈，易经就是咧慢慢读，迄、那个气味才走会出来啦吼、哦。好来，啊，所以讲第四爻用爻无好教，叫做上至下动，吼、哦，那就易经咧无好教，啊，毋过是无好教，慢慢教，迄、那个气味走出来，气味走得，互你教着气味吼，我安讲。真正讲哦，某位人啊，你莫读易经啊啦，我讲做袂到啊，真正。吼、哦，你若讲叫予我莫读易经啊啦，予我莫读啊，啊，要读到拢想拢易经呢，啊，看伊嘛易经，啊，迄嘛易经，迄也嘛易经，所以无可能个代志啊。那是讲咱修道去修到着迄个啥道个味啊，叫你莫修，你敢有法度？啊，法度，吼、哦，迄道遮好，道足贤足妙个，会当无修，迄就是安尼啦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我建议咱咧少年诶啦吼，也是讲话钱啊，鼓励袂出来，你爱想办法去互食着道诶味啦。只要去互食着味，我讲即个自动自发。吼、哦，所以我是去读易经吼，啊，阮哥哥介绍我去诶，就对啦。啊，阮哥哥较值得亲讲讲好，啊，要互一个人会主动，啊啦，推动道务吼，主动出来斗相共诶，都足简单，带伊去读易经就好啊。伊就是咧讲佛法啊，因为迄阵佛法拢无伫道中，啊，结果去读易经，读者讲哦，啊，道遮好，食到米尔了，就冲啊啦，冲到今仔日已经二十几冬啊啦，嘿，啊，真正咧，只要你会去抱着伊个米，安那啊，伊就全心全福啥，牺牲奉献，奉献就出来，啊，无可能啦，哦，你讲哦来听班哦，啊来修道哦，道是啥？啊，听班足无聊，规矩一大堆，何况是安尼。啊，明理的人咧，袂啦，伊袂讲即个话啦。像咱即届吼招待迄个香港的道亲，吼、哦、啊十几个哩，浩浩荡荡，吼、哦、啊第一站就去互我的厝吼，去咱行搭搭的啦，吼、哦、啊，互我嘛足欢喜的吼，会当遮济人去咱参观，吼、哦、啊，阮互我的厝是足矮啦，嘿，伊讲好，啊你野济药啊，吼，因为互我厝咧开药房哩吼，野济药啊，吼、哦、我讲啊恁遮无用，啊恁咧门内关会落来啊，吼、哦。因为阮父啊吼，我太太最近做发心的哩，伊也走我也走哩，啊，所以门吼都拢关落来啦，吼、哦，生理无爱做啊，就对啦。啊，讲啊，你门在关会落来啊，我就讲明理这个门就关会落来啦，啊，无明理嘞，这个门就关袂落来，听有吼？事实个嘞，甘愿两个翁仔某去冲道埔门啊关落来，无要紧，钱无赚无要紧，世间钱、世间用、世间无地拢无路用，所以这个门才关会落来。所以这就是啥？人讲只要咱食着味，
迄经若去互你食着面哦，互我讲诶，迄真正半暝啊想着爬到咧痛诶，互我较早拢安尼咧。较早阮老师讲来，即卖背六十四卦，384爻，哦，你毋知互我迄阵啦吼，哦，痟一阵咧，半暝拢困到三点就爬起啊。开始背易经，吼吼，迄阵哦背者足欢喜个咧，哇、哦，啊愈背吼记忆愈好咧，啊愈背吼吼愈清楚咧，足厉害咧，哦，啊所以呢，这着啥，这着是爱付出啦吼、哦，啊所以食着米以后，你才会感觉得赞，哦，有够妙，有够贤，有够准，哦，你毋只会当拍案叫绝，啊无食着米咧，袂啦，即落物件画袂出来啦，真正啦，搁着搁人高食，搁着人爱拜托。哎、欸，人高家来读易经，高家人来入班，代表伊拢伊也无去食着味咧。迄也食着味的哦，好，人伊欢喜充满，足欢喜的啦。啊，都听无伊嘛欢喜啦。哎、欸，吼、哦，啊，都来入班吼，啊，听老师哎呐、啊，听讲师啊讲讲，伊就安尼心情快乐看哦，快乐几百摆安尼啦。哦，安尼就做解答的呀，吼、哦。啊，顶面火叫做雷，啊叫做电，下叫做雷，叫做雷电交加。所以呢，爱会啥下熬奋斗，才会当有功名啦吼。会晓看袂？顶面就是你挂，代表功名。所以呢，咱一日也无奋斗，你功名显袂出来。你伫遐拍拼努力，你有奋斗，你的灵光会愈光。哎，所以会啥一灯照万顶呢？哎，所以你要看，咱无在来讲啥哦，骨六世的黑暗，只要你一点灯灯开了。一丁零毒万丁暗呢，一滴零毒万丁牛呢，迄就是奋卦吼，就是啥，奋动啦吼。好，所以咧，个人食饭，个人饱，天不可，地不可啊，唯有靠家己啊。吼、哦，所以食饭就是安尼啦。你食饭你饱呢，互我食饭互我饱呢，啊，你收你的呢，啊，互我收互我个呢，何感觉呢？这足自然的代志啊。咱敢袂当讲哦，安那，太太你艰苦。哦，看你遐辛苦，啊，无我替你艰苦啦，无法度啦，家己破病，家己担啦，啊，所以咱唯有安那，家己保重家己，吼、哦，一定要保重家己，无第一句话就对啦，嘿，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咱今仔个是去找迄个三嫂啦，吼、哦，三嫂啦，啊，伊开始互我咧讲吼，因啥，因囝规空闲，毋敢互知呢，哦，啊，咱嘛知囝会伤心呢，哦，啊，就去遐慰问啦。哦，啊，就伊来顾你，啊，三叔你要看开呢，啊，你家己保重家己呢，哦，啊，人伊收甲足好，啊，迄无要紧啦，我看甲足开啊，哦，啊，伊早起足欢喜，一直安感谢，讲好佳哉，你有引导阮妈妈去求道，去学道，去请教授师，无啊，真正当着即个场面啦吼，白发人送乌发人哦，迄是足伤心的呢，啊，人伊今仔会当安尼放下啊，看会开，哦，啊啥，看淡一切，境界够悬。哦，啊，人伊一个寄托，有一个希望，啊，颠倒啥，颠倒好过日子啦，吼、哦，所以事实嘛是安尼，所以咱啊，天嘛，咱嘛卖靠啦，地嘛卖靠啦，靠家己啦，家己要成就啥物高位，唯有家己来成就安尼尔啦吼。啊，讲呢，物件着慢慢补，迄气味吼较走会出来，真正呢，各位真呢，咱来食臭味啊无，毋通食伤紧，着慢慢补，慢慢补，慢慢好，你毋来臭味偌芳。你若食臭味食惯势哦，我来讲，你要食白米，你唔爱食，食咧无滋无味，啊佫也无营养，啊你安慢慢补迄臭味哦，好有够香诶，啊营养阮佫有，吼、哦，啊所以呢，即个是啥方法啦吼？孔子讲人不啊，不饮食，善饮低味盐啦，吼、哦，即句话佮人讲啥？那像即杯茶啦，我讲好，即杯茶有够甘，有够好食，嘿，有够香，啊到底偌甘，到底偌香？家己啉一下就知嘛，敢是安尼？啊，你也试看嘛，你就知影，吼、哦。所以人不就不饮食，善饮低味，无人知啦。何况讲是我的啦，啊，你家己去吃着，你较知影低味啦。我讲得偌贤、偌妙、偌赞，迄是何况的啦。啊，你啊家己去参啥参考，去投入、去付出，等乎你吃着迄个味啊，你才讲一句原来如此哦，吼、哦，敢是安尼？所以就是爱家己来付出啦，吼、哦。好。所以包括咱研究的经，包括咱修道，拢爱啥？细水长流，研究的经嘛是安尼，唔是研究一届啦，唔是研究一当就会啦，无可能的代志啦。哦，安尼就做天才安尼，羡慕嘛讲爱研究过六届，哦，听过六届，你敢知影？我迄阵读的经偌拍拼，
真正阮老师的录音带吼，迄阵无 CD 啊，也无 VCD 啊，拢录音带尔。迄阮老师的录音带，听到拢歹去呢。啊，毋是阁安尼尔呢？听到啥？伊一字一字拢啊写开呢。啊，你有认真无？啊，写开了较入目呢，啊，无袂入目。哎，所以各位前人啊，我是安尼人讲吼，咱才有 CD 有 VCD， 也有欠的着爱讲，哎。啊，结果吼，拄啊感谢有来请一套去咧听啦，嘿，安尼若无安尼，真正读袂落去啦，互我袂免骗啦，顺着过，啊，佫听咧模糊，吼，啊，咱若佫无基础的，根本无法度入，嘿，啊，咱卖戏毋是要趁咱两个钱，咱是啥，一个基本费尔尔，希望咱转去会当复习佫复习，听，像后壁迄个蔡太太吼，伊做工过伫听，啊有着佫较欠话遐大，伊即摆咧听这个讲，有够赞的，哎，迄个赞敢走袂出来，啊无走袂出来啊，吼，啊道理就是安尼，不断的伫听，不断听，迄 CD 你不断的伫放，啊做工过伫伫听，足自然的啥会深入咱的腹内，迄个物件就调下啦吼，好来，所以呢，就是慢慢来，细水长流。唔通食紧的拢半碗啦吼，这就是细吸瓜。所以咱有五分袂上食，食菜的人爱注意一下。肠啊咧伊会伤心，耗咱的水气，所以人讲五分唔通食就是安尼啦。啥呢？韭菜会伤肝，耗咱的木气。这个叫做泻，嘛叫做路桥。所以伊个伤脾，困咱个吐气，慢慢食。蒜头，会伤咱个心，会袂火气，这嘛袂使食。搁啥？搁这，这个啥？辛菊啦，伊会伤咱个细胞，避咱个金气。所以人讲五分菜唔通食，就是安尼。这五分菜安尼来，咱天地之气有阳气甲阴气，所以呢，这五分的菜，伊就起着天害落去，伫咧生长。所以食了咱了吼，咱会去伤着咱的五脏，所以唔茫食哈。所以是安那讲五分菜袂使食，这个原因啦吼。其他呢，拢就是啥吸啥清气伫咧生长，所以咱会使食。所以呢，这五项物件，咱若切食会发炎啦。会胡思乱想啦，会煮食啊，食了咧会发炎啦吼，青食会精昏，精肥啊，缺元心就对啦，所以咱烧得人拢唔通食。所以《楞严经》吼，《楞严经》但讲是诸众生求三摩地啊，当断世间五种的心菜，是五种心吼，所以呢，煮食了，食了啥，食了有阴乱吼，所以黑白相。青食咧会增啥？增加咱的清净心。所以如是世间十心之人咧，众灵宣说十二部经，十方天心兼具修慧，涵盖万里呀。所以咱就讲，你若食这五种菜啦，你去偌高啦？你会晓讲这三宗十二部经？三宗十二部经就是佛家上界有名的经册啊。足大片的，差不多伫迄边排来到这边的。爱讲你遐搞的，咱讲三宗十二部经，十方天仙，有哪会嫌啥？嫌忌啥？人讲有臭味啊，像咱讲食啥蒜头就好啊。咱若食臭，好啊，今仔食蒜头吼，开始直接讲吼，我看大家就走了了啊，有够歹味就对啦。意思就是安尼啦吼。好，包括咱师尊嘛讲，这五分菜吼，参酒同款。所以五种的荤菜的是味，其中有的成分呢，会当提炼而成，刺激咱人的性欲。酒呢会乱性，所以爱戒，因为万恶淫为首啊，受得爱清淡、朴实、心静、心安、毛无云啊，性定菜根香啊，所以唔通贪五味而口爽。所以呢，修得爱食素食是有助于修行，所以食素食唔通食啥肠啊啦、酸菜啦、韭菜啦、芦荟啦，这唔通唔通，这叫五分菜啦吼。因为讲着细口骨就是食，咱讲一下，而且佫有三样物件袂使食，足简单三盐，啥物叫三盐？叫做天盐，就是天公顶咧飞，迄种袂使食啦，
吼，就是乌毛之类啊，叫做飞禽啦，吼。第二叫地蚁，哦，就是所有的爬虫类啦、蚤蜓啦、哦、根门之类的啦，这拢袂使食。水类的呢，水蚁，哦，就是啥，鳞甲之类、鱼虾、水蚤，这嘛拢袂使食。安尼简单无？啊，你三样，哦，三分啊，三样五分袂使食尔，其他拢会当食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呢，咱就爱注意一下吼、哦。好。所以咱平常时看得到啥？诶、欸，一块啊，清气美味的祖上佳肴。但是你知影吗？伊是安尼来的。吼、哦，有知影咱较早还袂食素去进前，鸡肉啦、鸭肉啦、牛肉啦，拢硬都揢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啊，用足侪人拢拢做卤味啦，啊是盐酥鸡啊，有诶无诶一大堆诶。吼、哦，啊，你敢毋知影？迄偌侪毒，真正足侪毒诶呢？哎，咱阁继续来看，你敢知影？这动物内底拢毒素，哎，因为吼，你看咱若要钓一只鸡啊啦，伊到讲来主人啊，吼，你还饲只久吼，我要报恩报答，来，好，我阿母啦洗清气清气，你还毒，无啦，拢嘛对哦，足哦好，走到变变着，尾仔走到脚酸哦，脚起来了着，吼，安尼，哎，啊，你要要抬咧，真唔愿就对啦，啊，你看咱较早抬鸡啊，拢安怎？哎，做鸡做鸡无了事啦，来抬抬，互你较紧做哪出去讨价人个囝儿啦，吼、哦！啊，伊是会惊，惊到袂惊，惊到啥？惊到伊啥？伊体内毒素拢发出来啊，吼、哦！啊，所以恐怖所发出的毒素啊，哎，啊，结果咱啊抬抬的毒毒的食食嘞，结果嘞，拢食伫你个嘴腔内呢。所以时阵老大人有一解卡咧讲啦，哎，讲道理啊。咱的兄弟姊妹死了，走伫倒去啊！兄弟姊妹就讲，迄动物人对啦吼。哎、欸，大家看看哟，哦，啊，不倒个阁遮大犬狗，生一个毛阿婆，好好食嘞。哦，啊，就拢吞吞一只，啊，所以叫推啥？哎，推骨如山呐、啊，哎，骨头吼、哦、推，哎、欸，蹲到那山头个呢，有够恐怖个呢。哎、欸，啊，咱人规公司伫倒去啊，拢伫毛阿婆去啊。哦，啊，所以咱呐，咱就是爱戒些啥戒食吼。啊，包括吼、哦，迄动物发出来啥毒素，迄肉拢啥皮肤有毒素，吼、哦，啊，迄、那个咱人死去是毋叫尸毒，哎，迄动物嘛赶快有那尸毒啦，吼、哦，所以残留了各种的荷尔蒙、抗生素，吼、哦，这拢就是啥足可怕的毒素，吼、哦，我一间吼、哦、去伫咱遐看到啥，人去普渡啊，啊，普渡吼用一只猪啊吼，讲千外斤呐、啊。哦，啊，就是伊穿外斤，所以大家拢啊，迄伫遐咧看就对啦。你敢知迄普陀寺拢两三工规礼拜，伫遐拍字咯。本来迄只猪仔吼，我拢会惊伫遐过，拢啊看。迄只猪仔佫好看好看，到第二工佫就开始碰开啊。第三工碰者佫较济，本来迄猪仔吼，迄面安尼啾啾哦，好碰到第六工才大显，佫较正呢。哦，我真佩服伊啊！迄真正食落来放袂出来，我袂骗。迄种毒素啦，迄真正惊死人诶！哦，啊，所以咱尽量啦吼，尽量。啊，所以要哪尽量饲家诶方法，咱若讲啊，袂法度当食长斋啦吼，可能大家食早斋。嘿，下斋是着莫搁食迄动物啊啦，吼、哦，食一晚着豆奶着食，着会过啊。食一早斋，吼、哦，啊无嘛食一初一十五斋，吼、哦，诶、欸，一个月，诶、欸，我初一着是要食斋，十五着是要食斋。啊，你若惊袂记哩吼，咱电视无讲老番啊，明仔载十五嘞吼，食斋啊啦吼，啊你着袂去袂记哩啦。啊，无着食花斋，哎，就是一四七二五八三六九，这叫做啥花斋啦，吼、哦，啊是方便斋，就是啥肉我拢无爱食。啊，你太太煮个鱼啊，煮个鸭肉冷菜，啊你着鸭肉嘛爱食，你食个菜就好啊。迄只嘛是一种肉边菜，吼、哦，包括素钙锡。第一就啥，见食不食，看到人咧食太动物，吼、哦，阿弥陀佛，你都莫食。闻食不食，听到鸡啊啾啾叫，你毋知迄鸡啊人阿咧抬吼，你听无？食要死，食要死吼，安尼好大家咧。迄落安尼念咧，迄咱听无尔咧，哦，啊来咧，自用食不食，家己饲的吼，毋茫食啦，真正啦。无你看你食一只，饲只狗啊，吼，抱到要害。你看我饲只个独独个太太食只嘞，迄叫香肉嘞，无应该是无遐残忍啦吼。哎、欸，为我食食不食，啥叫为我食食不食？哎呦，阮囝婿来嘞，来，好掠一只猪仔来抬，来一只鸭来抬，好我迄个我去越南吼，哦，还得先做好伊啦，对啦吼。
去讲哦，恁台湾来来来来，好，阮掠一只鸡肝吼，较大只来抬，阿弥陀佛，千万唔通。哦，一抬就抬一大条咧啦，哦，所以拢爱讲我清楚啦，吼、哦。后来到尾会当啥，慢慢改，改做改啦。像迄香港的道亲哦，拢讲我读食八斋咧，四观斋咧，吼、哦，啊，啥物早斋咧，吼、哦，初十五斋咧。经理讲，啊，你也袂记哩变啦，伊讲有嘛有影咧，常常袂记哩咧。啊，拢在先去忏悔咧，讲啊，先去出边，我煞袂记记到十五啦。哎、欸，啊，所以我那佛得就对啦。哎、欸，啊，就常常去忏悔咧。啊，经理讲，啊，你遐是足麻烦，啊，规日逐工拢知啦，吼、哦，安尼无够较好，安尼叫断斋啦。吼、哦，啊，其实真食断斋吼，对咱身体足好。另外是，互我食二十几冬啊，敢会较瘦？哎、欸，敢会较无精神？颠倒啥？哎、欸，颠倒吼，昨去风亲，一个前人讲好、哦，啊，你太看拢袂老，啊，事实啊。食斋得喝一波，哎，唔免用化妆品，哎，自然的逍遥自在，吼、哦，所以这个断斋啦，吼、哦，来，过来壁挂，壁挂吼，哎，其实就是装饰，啊、哦，装饰壁挂的装饰，好、哦，啊，伊个纹饰啊，就讲咱今仔日什么纹饰，一个人看，粗粗鲁鲁，哎，啊，无文学。咱就来读《易经》，研究《经卷》，来入班，来去听我安那道理。安尼就是用文章来装饰家己，让感觉讲哦，这真有气质。讲话差人无同款，安心做好。伊嘛代表白色，代表了啥？白璧，就讲咱到尾就要达到迄个朴素，吼、哦。文一个啥？文一个文明，加精神的文明。所以咱是要安怎装饰家己？你是要用啥去追求精神的粮食，还是要当啊去追求物质的啊粮食？这当作重要。伊嘛代表了啥？日落西山，咱看有无？你来看，哎、欸，遮见挂一粒山，日挂一个太阳，太阳伫山顶落来，啊叫你日落西山呐、啊。哎、欸，吼、哦，我发一届去人请一支挂，啊一个煎了满头的啦。伊咧人再酒咧卖就对啦，清口安尼，啊，搁咧再酒咧卖呢，互我拢歹势讲。哎，伊讲一定做二十几冬啊啦。啊，伊讲，哎，陈讲师啊，帮我博一个，我这个行业可会当啥？会当东山再起？哎，好，伊较早偌赚偌侪钱，安怎安怎？互我当着啥？闭关。我讲你这个行业吼，日落西山安尼，会当收起安尼，你敢知影？爱搁听无咧？哦，好，我嘛无法度。哦，啊，日落西山就是准备啥没落啊啦。吼、哦，啊，人要酒，人也着过来干，吼、哦，足方便的，人着叫来，着呾，着用啊，吼、哦。哎，顶面叫做上哈上灰，哎，下底着是杯。所以呢，一切植物总源头，吼、哦，你啊看，哦，迄花足水足水，迄着是啥？啊，壁挂啦，敢知影？啊，是迄草木吼，哦，生甲足艳，迄着壁挂啦。像咱李大柱吼，做个栽花，迄着是壁挂啦，安尼样断的，哎，好、哦，来下杯呢，着是啥？淳朴的啥啊贝壳，需要来装饰。咱各位前人，咱敢捌看过一种贝壳吼，顶面搁刻一只龙啦，刻一只虎啦，哎，就是这类型啦。因为你个贝壳你也无刻吼，无人要买啦，等底下嘛无人要摕，无人摕。吼，啊你啊刻一只龙啊，一只凤，一只啥物动物，哎，人看到真水，吼，人就是啥会喜欢啦吼。后来。山顶为哪？顶面为山，下底为日，叫做日在山下。所以咧，日落西山一点红啦、啊。哦，所以日落西山，所以咧色影无限好啊。只是咧近黄昏，哦，所以这句话一定啥买站啊。所以真够有人讲过，孔子就去谈着这个壁挂，所以较伫魏国、魏鲁国，伊才讲啊，我的时间一定到，啊，赶紧咧，日落西山就赶紧转来啊，袂使搁伫遐流浪生死啊啦吼。嘿，啊，所以孔子就是安尼，归位鲁国来善习书、定礼乐，吼、哦，包括啥？哦，包括咱的草啥草皮的一种的装饰，吼、哦，像头先讲的啊，规个光啊，卖栽瓜一挂海果草较水啊，装饰。那像一间厝当中，你去去的，哎、欸，无这插这菜吼，敢袂看见？内底嘛爱装潢啥？装潢一下，会叫做装饰。那就一个小姐，嘿、欸，今日要出门，嘛是我爱抹一个粉的，爱装饰一下，吼、哦。啊，不过吼，我直接来讲，哎、欸，咱若装饰了伤严重，就会去用白。迄少年就是安尼讲的呢，真正呢，咱若去外国咧佚佗吼，拜托拜托的，吼、哦，茫这边挂一个罗勒，啊，这边挂一个啥啥啥啥啥吼，啊，你两支手链两去用毒去，
慢慢戴迄金脖链呐、金手指迄种盲啦，吼、哦，你啊看好啊，含表啊就无重无，吼、哦，这绝对无人会抢这类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无啥人去抢，吼、哦，啊，你是唔做安全嘞？哎、欸，啊，咱若排尿伤济吼，哎、欸，哎，较早台北无一个叫做啥物湖啊，千岛湖无？千岛湖事件就是安尼啦。哎，咱台胞吼，人讲台胞啦，十几个一团，十几个好，大家哦，金的银的一大堆，含个手气拢金的。哎、欸，人个千岛湖从那坐就来一个笃笃的，计规身骨崩了了。啊，伊是毋是啥？装饰了伤过头，惹起人的嫉妒，惹起人的贪念之心，所以惹来杀性之祸啊！哎，啊，所以唔通装饰了伤过头啦，吼、哦！所以爱追求自然，上解水啦，吼、哦！啊，所以迄阵吼，这段大家有讲啊，孔子就是伫魏国转来鲁国，哎，弹了这句歌《善思书定家格》，内底明外告子，叫做明理子呀，唔通咋装饰了伤过头，拄拄好就好。吼、哦，增信不足，诶，啥精神最爱恢复到咱的白璧，所以是咱要清口，是咱要素食，就是要恢复咱本来的真面目，朴素的面目，哎，所以叫做白璧。好、哦，好，八卦，八卦吼、哦，我讲吼，八卦无好卦哈，八卦，但是八卦你要注意的，你要看本来用的啊，哎、欸，用的多去，这个音的拔去。第二音也拔去，第三音也拔去，第四音也拔去，第五音也拔去，拔到剩一粒啊，规身骨拔了了啦。所以人讲拔皮地粗坑，就是这句歌啦。安尼有好无？哦，有够惨的啊！去用拔皮地粗坑哦，安尼惨歪歪啊！哎，啊，所以伊嘛代表了啥？剥落。哦，啊，是哪会去用拔？因为咱人的佛性本来顺从之体啊，来到人世间为了啥？贪嗔痴爱恶欲，前后前后直接拔了了伊。所以咱多流浪生死相顿苦啊，饮食真多拢是只了轮回呢，吼、哦，所以叫剥落嘛，代表衰落，所以嘛代表小人得众，君子得消，吼、哦，这以后会来讲，因为这有一个读易经的啥专有名词，吼、哦，好，一正平呢就是一支刀，所以叫啥八皮八八八心，吼、哦，所以呢尽量卖八啦，吼、哦，五个小人呢心群激动。哎、欸、啊，那众小人呢，拔一个君子，所以你看，我讲这卦做歹就是安尼啊。这两三四五啊，五个拢小人啊，啊，你一个君子嘞，走无路呢，真正呢。哎、欸，咱会记，吼、哦，咱要讲什么人哈？无、哦、一个人，拢让太太等伊伫迄落海里，有无？吼、哦，哎、欸，迄个是啥？内底拢小人呐、啊。吼、哦，啊，我要食钱，你唔知啊？好啊，我着咧较早。哎，等伊山，嘿，海林啊，带等伊山哩，就是安尼嘞，吼、哦，安尼恐怖哦，吼、哦。哪像咱主人无伫个，吼、哦，家庭就大乱啊啦，有无？哎，你主人无做主啊，哎，啊，结果嘞，吼、哦，大家拢消人啊，互六七做主啊，六七做主，目睭就贪看，耳孔就贪听，嘴就贪食，吼、哦，意识就贪困，哎，啊，一切就拢乱去啊，就对，好、哦，好，过来呢。夹你个坎地呀，八卦就是夹你个坎地就对了啦吼。所以咧讲到这個，我来讲一个故事，就是新加坡有一个泰啥泰加婆啊，那伊个故事就对了。啊，这真真实实个代志，吼、哦，因为咱新加坡吼，拢互爱互叫野扫啦，吼、哦，还是啥物扫啦，哎、欸，所以互我前段讲吼，咱来去大陆，都叫小姐，你嘛讲，哎、欸，小姐请教一下吼，哎、欸，小姐不爱插你哦，啊，无就来讲啥大姐。大陆人拢爱人叫伊大姐就对啦，吼、哦，你着看二十几岁拢啊大姐请教一下，吼、哦，人伊总欢喜个，哦啊来台湾个，你着叫小姐，你着叫大姐，啊我是了偌大，吼、哦，就是安尼，哦啊你若去新加坡吼、哦，你着叫啥吼，啊、哦、较年纪较济，你着家己野扫啦，吼、哦，就是扫啊就对啦，吼、哦，无无扫啊，啊无无扫啊，啊咱新加坡个道亲吼足古锥个啦，就是咱前年去开封，啊结果吼、哦、要办桌。哦，啊，办就是买买水果、买花，啊，买花就倒买花，啊，买水果就倒买水果的，啊，倒伫咧菜市啊开始伫倒，啊，结果七倒八倒去倒着一个卖椰子的，所以就叫野扫就是安尼来啦。啊，你啥野扫过去倒一个台阶，哦，这台阶就走安尼来，叫做阶扫啦，哦，对啦，哦，哦，啊，你讲那阶扫吼，那台阶提偌济，提到够有够济啦，哦，啊，你讲那迄间球道吼，偌可怕。唔好叫呢，
表文写落来呢，开始咧念一句，伫遐准备要求安尼，讲到安那，讲到好像踢蛋壳安尼啦，乌白插乌白乱啦，伊个形体吼，就像啥像一只鸡啊无，咱敢捌看人杀鸡啊吼，杀一支翅，当我去夹着伊个头安尼夹掉个，一支手蛮啊转啊，你啦，都拍个呐，伫遐佛堂遐，胖，胖胖个都装伊伫楼顶，咱新加坡个佛堂迄阵是14楼个。十四楼啊，上顶面楼，走去上楼顶咧，这物件是讲，赶紧嘞，上下咧，冲去，去保护就对啦。哎，就住内底讲，文部，八大八大菩萨，四大金刚，护法，真正变变叫咧，无遐真正走去到地飘了，就在哪咧？遐真正讲，那闹人病，遐就唔是开玩笑呀。好佳哉。可能有护法的款啊，所以伊伫遐准备要跳袂落去，后壁的上下咧堆高粱船，两个硬救落来，救落来嘛是搁伫遐拍哩，拍车轮，拍到那这拢流血，规拢流血就对啦，流血了吼，当向阳的讲话啦，讲话唔是这个本尊讲话，是迄鸡仔的灵魂要透明就对啦，不要求道啦，鸡仔灵魂拢开口啦。前人讲，你唔忙啊来接无啦，有好啊，有诶好啊讲啦。迄家啊灵魂讲，我咪要讨命，绝对无遐好求道。伊啊求道，阮就无机会通啊讨啊，对啦。前人讲啊，无变怎？会讲无遐好求道，拄命，真正拄命咧。前人讲好，我拄命，一句话尔好，就定伊啊。伊拢无机会通求道啦。你看业力牵制，迄个上八卦呢，八了了呢。所以往往上不合适了啊，会当卖人抬，让人吃，安尼上好啦。食偌济就嫌人偌济，这拢走袂去就对，吼。好啦，所以有人有钱有地位，用时间甲青春换来的，吼。所以呢，包括咱的人伦道德，唔忙啥，卖去用北条的呢，好嘢人足济啦。不过呢，穿西装的足济无唔对啦，吼。安怎？穿着西装、开面具的，嘛是咧闯红灯，有钱啦，都无顾得着轮椅啊。西装穿甲啪，迄啥，金表啊，一日拢几六百万的。不过咧，拢无咧准时的就对啦。安尼有效无？无效就对吼。所以呢，咱就是啥，唔忙吼，互这个物件吼，互咱的道德观念去崩了了，袂使。有钱，佮爱有观念，得着。有地位，佫较爱有啥，有人品，安尼毋则袂去用白吼、好。所以咱人呢有八德，咱人来到这个世间当中哦，就具有八德啦，吼、八德就是啥，孝悌忠信，礼义廉耻，这是八德。吼、暗过随来的就是啥，贪嗔痴爱，酒色财气。所以你看咱人来到这个世间中，即日来啊。好啊，来啊！所以叫做啥？八德，所以有孝悌忠信那个两点，所以咧，必先孝为先呐、孝得爱做去，后壁这就对得走啊。咱绝对唔忙去用半毛牵得走，半毛灭掉，八德自现，就是修得这简单尔，好，过来咧，福卦，福卦咧，你要看福卦就是啥？福卦。翻八卦就是啥，等到变叫相中，这两支卦、两支卦拢中卦了，对啊，咱看有无？这两支卦嘛中卦，这两支卦嘛中卦，这两支卦嘛中卦，吼、所以呢，八了嘞，八到尾啊，剩一毫，生机就变来一只，所以变过叫做福卦，叫做福建天地之心，吼、所以呢，才有一个福归啊、翻本啊、翻数啊、恢复啊、福建天地之心，这拢是这个意思，吼、好来。咱来看一个一颗比安那一颗珍珠哈，这就是要安那富贵咱天地之心啦吼。师傅，你好。你是穷的小子，怎么变成有钱人了呢？这是因为我得到一颗夜明珠了。夜明珠，
事情是这样子的。今仔日就会当啥，会当来开悟当中，大家拢会当福建天地之心，所以咱来赶紧去找着咱心中迄粒明珠，你嘛有，伊嘛有，迄粒明珠就是咱讲的佛性啦，咱讲的灵性就对，这灵性就是咱的佛性，所以爱好好啊去啊福建，行我本来真面目，嘛是同款意思就对，所以咱佛卦是啥？咱要找回咱本来的面目啦，咱本来的面目是圆滔滔、光闪闪的呢，无受了去变数、故不六所变的呢。咱本来拢西方一粒子呢，捡别是去念念，吼好。所以呢，较早伫外口流浪，进来啦，要转来啊，叫做福卦。吼，你看过年要到啊，大家准备要回乡啊，吼。啊，伊福卦嘛代表啥？闭关。所以咱逐天爱闭关啦，回光返照。啊，要哪闭关？AM 时啊，上清净的时阵，好好来静一下，看一挂易经，背一挂大音啊，易经的词，64卦背开，背开了呢，背四段，四段了背384爻，久而久之，你迄个功力就走出来啊，所以闭关唔是走去深山古洞，闭关唔是安尼啦，伫厝里咧下功夫叫做闭关啦吼。所以呢，六祖的故事，六祖的故事啊，叫做波及庇护啊，六祖当时吼，就是啥，有哪当着北，去用北到规身躯吼，足惨的，咱若捌读过六祖大经，你就知，得到医拔了就离走啊，结果去用迄个回民捉到，好佳哉呢，回民捉个哪，捉有。做低情的就对啦，伊甲讲我今仔日毋是为着医拔，请你老开始啊，所以六祖有六祖师甲讲，不思先，不思后，只有莫无，迄个才是咱本来的真面目，所以动下开悟啊，伊搁伫走，结果走去一条山内伊个师兄就讲来放火烧，好个加载一粒大粒石头救伊性命咧，因为迄个大粒石头拄啊一碰，伊势就拄啊好，到尾咧，就是安尼拔，拔了了啊，拔了了，迄个生机留落来，你看变福卦，所以伊身为一代六祖慧能祖师，因命就是安尼来啦吼。经济的生机，生心不息，之为益也。是安尼叫做福卦，你啊看，这是咪福卦，叫做看土，坤卦的土嘛，这嘛一个土，这嘛一个土。那是你这经济静了，你啊用土安的啦，阿甘知？我最近拢咧做神吼，拢知影即个道理啦。做神嘛咧悟道理呢。
哦，较早唔知影政治爷爷去互鸟食了了，含一丛都无活。即嘛拢较巧啊！即嘛爷爷吼，你土个暗的，你也无暗的吼，鸟啊通了了。吼、哦、啊，你啊较好活的，会啥会经济啦吼，像迄白菜头啦，迄青菜乌白菜吼，迄落乌一空一空，啊你乌头要只深，啊经济也淡了，啊顶面啊盖的。哦，砍着只深，哎，一顶一条，伊经济就夹夹夹夹夹夹夹剥出来，安尼叫好过来，啊，知影？叫做经济的生机啦，生心不息。啊，伊也夹土夹会开，这丛绝对活较足水的。啊，伊也夹袂开，无法度，你也无够力量嘞。哦，所以卖经济就无法度啊，吼、哦。好，所以这叫做好卦。啊，好卦了，叫做无妄卦。无妄卦吼，叫做啥？无妄想，无妄念。啊，嘛代表着啥？无妄之灾，叫做少三心非四想，吼、哦。所以呢，伊叫无妄卦吼，叫做动意天理啦。咱看有无？即个人起心动念，拢下着天意，叫做无妄。所以佛卦甲无妄卦，拢是咱修道两支足重要的卦。哎，所以着爱修到啥？无妄念，无妄想。哦，啊，伊啊，后天歹吼，我甲你讲哦，咱啊，以后天来讲，后天就讲，咱在做生意啦、投资啦，吼、哦，要去佚佗啦，吼、哦，咱若想要去佚佗，去动着无妄卦，我建议你唔通出去，无妄之灾。什么叫无妄之灾？你啊坐火车，火车会出轨啦，去住啥？哎、欸，去住旅社，旅社火烧厝啦，去坐飞机，飞机会搬落来啦，啊叫无妄啦，啊知影吼、哦？吼、哦，所以啊，你啊动着无妄，唔通去佚佗啊。好、哦，啊！你若要做天师的，足好个，因为伊是达到无妄念啊，所以有够好个吼、哦。所以无妄念就叫咱来扫三心非四想，吼、哦。好，天下有雷，叫自然的啥啥状态，天理以及的恭敬，所以动意天理呀。好、哦，所以呢，咱起心动念就是啥，爱下着天意啦。吼、哦，你有你意啊，我有我意啊。下着你的意思，无下着我的意思；下着我的意思，无下着你的意思；下着咱大家意思，看有下着天的意思无？只要咱做出来代志，讲出来话，拢下着天的意思，安尼就对，叫做同意天理呀，吼、哦。啊，一个人诶，会当自律适中，同意天理，安尼就是上自然的呀，吼、哦。所以人会爱听你讲道理，人会尊重你，哎，人会跟随你，就是你，就是一定表现出来，拢是同意天理呀。做主人人的福利啊，吼、哦，好，爱无妄想，无妄念，吼、哦，所以呢，达到啥，哎，达到这个境界叫做啥，无我的境界啦，不会妄想的，哎，咱的念头清清净净啊，那是上无简单的吼、哦，啊，无妄之灾呢，只有一个典故，叫祸兮之鸟啊，行人之德，益人之灾呀、啊，吼、哦，这个典故就像啥呢？一个饲牛的啥，饲牛兄啦，啊，结果牵一只牛吼，绑伫遐拉粮啦，啊，就偷走去佚佗啊，吼，行人之德啊。第二个来到这，哎呦，四下拢无人，只一只牛，哦，安那，就顺手牵牛啦，一只牛就牵得走啊，哎，一人之灾嘞，第三个出现啦，拄我行行来到绑牛的迄个所在，拄我伫遐拉粮，结果嘞，迄、那个啥？饲牛的，饲牛的啥，迄、那个还动来啊！啊，我的牛咧，你一只坐，啊，你来偷了去，啊，叫无妄之灾啦，防无乱就对啦。哦，你看易经安尼有八无？啊，是毋是足简单嘞？所以来讲易经足简单嘞，咱唔通惊困难，吼、哦。来，所以叫做无妄之灾，吼、哦。啊，咱来当同一天理的，你就有法度大福，大福叫做啥？福咱的德行，吼、哦。所以代表了啥？大德行。大学问、学智、学养、德大行业，这拢是大学。所以咱若当个大学足好个哦，这是外真好啦吼。先啊好，三中藏金刚体，会晓看袂？哎，金卦就是啥？哎，就是山。山内底藏一个啥？足济宝贝叫金刚不坏之体。所以咱讲入宝山，压茫空手回啦。咱今仔求着倒着去求着宝山啦，啊！恁这个宝山内底处事不惊，用事不转呢？迄偌济宝贝，你敢知影？啊！咱拢啊放乌家啊，放乌拢唔知影，啊！着求倒啊，啊！搁唔哈唔来实行，哎！啊！搁着求倒啊，搁唔来用心，咱智慧袂开，迄内底拢玻璃拢乌无着，哎！所以咱得用心啦，深入啦，
安尼迄个布你较乌会着啦，所以三中啥装着金光之体，安尼叫做啥大玉，代表着智呀，大智较会当啥，会当代替蒙性啦。吼、哦，所以该行即行，该止即止，动即不失其时，其道也光明，这就是叫止。大勇在在能以文会友也，所以咱来家己用咱的德行呢。咱今仔日唔是讲好，我着要做点传师啊，我要做领任啦，我要做组长，迄拢唔是上重要的。咱上重要是啥？培咱的德行。咱一个人也无培德，无法度领导众生呢。咱今日啦，无德行，无人会啊，无人会插咱啦。吼、哦，上个重要就是爱培养咱的德行啦，吼、哦。所以大德才会当福佑四海。你要大德行的时阵哦，福佑四海啊，四海之内皆兄弟啊。啊，咱若无德行嘞，无法度达到客气，吼、哦。这是一个啥，足重要一个关卡啦，吼、哦。所以圣人较难讲啊，三家庭会，五家机啊，吼、哦。所以嘞，正是男女立之时啊。趁早速找脱生路啊！日落西山后会迟啊！吼、哦，所以呢，讲你爱有大孝心，就是爱啥？爱在家，世界大事是毋是啊？啊，你今仔日要有大孝心啊，大德性啊！吼、哦，爱啥？爱伫啥？伫研究经卷，慢慢在家，慢慢慢在啥投入？读第一届，那就去加着皮尔尔啦！哦，我去加着皮啊，小可有味啊！啊，读第二届嘞，搁个咬深落，咬着肉啦，哦，迄、那个味搁走出来啊！啊，搁咬到啥物嘞？咬着伊个啥，伊个骨啦啦！搁咬到啥物？咬着伊个骨髓。哦，等你啊咬着骨髓的时阵哦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会当拍案叫绝安尼。所以着啥？你要培养咱个大德行，一定爱啥咬。即、這个咬着是投入啦，咬啥？读易经啦，读论语啦，读六祖坛经啊，读经卷，一日深入，一日深入，一日深入，迄种你的德行就圆满啦吼。啊，所以圣人呢，直接做一个结论讲：三家庭会，五家机啦，三机木结拄好即个时阵，所以真叫啥吼？真着叫啊金鸡啥啊献笑，所以就是咱金光祖师的时代啊，所以五家机啊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正是男人的之时啊！这个男人呢，代表了啥？咱九六关人啊，这个时阵就是要予咱入智慧的时阵，自在众生成凡夫，自在大德成金仙，自在修道的成佛祖。看你的志向放伫倒，咱的志向，你若讲好，我要赚大钱，真正也当予你赚大钱。不过赚大钱又搁要安怎？吼、哦？啊！你个志向啊，放伫啥圣贤嘞？保证你后界嘛是成为一个圣贤吼。啊，所以来讲，即个啥上界入世个好时阵啊，趁早嘞，速找脱生路啊！啊，趁即个时阵，不管你即是囡仔、老人、大人、中年人拢好，把握现在，趁早，毋通讲等下啦，阮囡仔还袂醒，我来请一下甲讲啦。阮老母的吼，啊，搁安怎嘞啦？啊，阮的孙仔搁安怎呀？阮囡仔搁安怎呀？哇，后尾搁等时间咯、哦。那像师尊老大人呢，讲有一个人阿讲啊，讲师尊啊，等我六十岁，我才来修道。师尊阿讲吼，唔爱是好是好啦吼，啊，不过你唔爱有食有到六十岁无啦？啊，你啊五十岁翘以后，我要安怎？你唔着伊一世人拢免修吼，属实的啊，所以爱趁早啦吼。你落西山就会迟啊！真正你落西山，上帝讲得修改，咱想要求道无求道人求安尼，咱要想修道无道人修安尼，咱要想要啥行道了道无法度的，啊，所以就含成道嘛无机会安尼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好啊，把握啦吼、哦，来，咱来唱一首歌吼，好、哦，这首歌呢，啊，参咱今仔讲的主题吼、哦、有关系，叫做《少三生回思想》吼、哦。啊，格调，互我最爱听这个歌，叫做《秋风夜雨》啦。哦，我这个年纪的人吼、哦，拢对这首歌吼真熟。啊，相片内底就是啥呢？南明单位去泰国开放的啥的图啦吼。哦
上吼、哦、有一首较好听的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呢啊，拄啊下着咱今仔的主题。最后呢，这龚老师来讲，幸福是互相胸怀感恩的人啊。所以咱若要得到幸福吼，爱保持着感恩的心。今仔有一间厝人住，感恩；今仔有一碗饭人食，感恩；今仔有桌人收，感恩；今仔有一间人读，感恩。真正咧，人无头路，咱就头路感恩；啊，无头路的，佫较爱感恩。啊，你讲无头路要来感恩？诶，无头路感恩，我有时间通收到，啊，毋是爱感恩嘛？吼、哦，啊，快乐是吼心中知足的人啊。真正咧，咱若要快乐吼，心中知足，知足自然就上乐啦吼。啊，清净吼，咱随处自在啦。咱人爱保持清净的是本体。吼、哦，所以呢，自然哈，随时自在啦，吼、哦。伫遮我嘛当逍遥自在，伫泰国我嘛我都逍遥自在。唔通讲啊，我换一个铺啊，就困袂去；换一个蒙床吼，啊，就啥失眠啦，吼、哦。相合是乎珍惜一切的人啊，哎，所以呢，咱来达到相合，就是啥？珍惜一切，珍惜这时间去照顾，珍惜来关怀，珍惜一切来啥？关怀所有的众生，安尼自然就相合。吼、哦，啊，因为咱时间的关系，吼、哦，啊，咱今仔日就咱报告到这。哦，啊，煞无人讲，咱歇两礼拜，吼、哦，歇两礼拜，后礼拜就无上课啊。啊，过过迄礼拜有哪歇困？吼、哦，啊，甲过过迄礼拜呢？哎、欸，我无看迄个日期啦吼，咱等下看一下。啊，迄礼拜才开始，到迄两礼拜就对啊吼。啊，咱做些不足的呢，望请咱做事也下侪拢管，嘛请咱各位前缘大德呢多多包涵，毕竟的，互我搁学习当中啦吼。祝恭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虎年行大运。感谢各位，谢谢。